位，来来来，立冬，来来，立冬跨知道啊，跨知道，出了，来哦，先看一下，哎，这么大，这个是这么大关键字，叫做女人不用那么累哦，因为在疫情期间哦。那个狐狸是脚滑哦，立冬是手滑哦，所以我常常手滑，滑了很多，而且我滑很多，我是严选哦，不是乱买哦。女人不用那么累，那我已经知道了，洗衣机啊，我跟你讲，洗衣机很重要吗？错，但有一点相关，答案就是这个哦，女人不用那么累。哎呀，晒衣服的东西，晒衣神器吗？看起来很累啊，还是看起来很累，对不对？我跟你讲，因为现在哈，整个台湾的是寸土寸金，是你要晒衣服，我们的空间本来就没有那么大了，所以说它这个可以用最小的空间晒最多件衣服，这么厉害？它一排有八件嘛，8×3=24，一次可以晒24件，然后它不只有这个，有没有？我们这个悬臂式的。它还有这个，很到底有多少？独立式八件，是有独立式。那一般我们在晒衣服有没有？像我这样一个人是。其实你如果家里有另外一半的话，你在晒衣服的时候，你就可以拨开那个衣服，嘿嘿，你看看我，哎，我看看你，有情绪，情绪。可是我拨开了，我都看到。一个简单的晒一下，可以被他介绍这么情色，对，我就觉得有趣。对，那我拨开了都是看到对面的邻居而已啊，没关系，对，比较空虚。可是为了节省时间，这个叫一秒晒衣架，一秒就可以把你的衣服收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那你能试试？不用再了。我们现在在示范这个哦，这个是浴巾嘛，一排有八件。是。那我现在先挂个5件看看而已，好不好？来喽，眼睛不要眨，见证奇迹的时刻。3、2、1。节省时间的，割收了就不是衣服，哎呦，割收了是舒服。哦，哎，疫情期间在家想了超多个，有压，对，这个浴巾，那是压是的，这个浴巾有点香，浴巾香，所以啊，去查查大虾，而且你们可不是啊，这样衣服晾在上面会干吗？会干，因为它是用那个，它有那个力学，所以它是最节省的空间，可以挂好。那衣服是怎么上去？为什么可以直接这样就收下来啊？你这样，不负责任，马上就上去。那你可能会纳闷说，哎，立冬，不要那边开玩笑，浴巾比较好收嘛？对呀，简困难一点的，我们把难度升高。好 ，OK。牛仔裤，裤类的，裤类你有时候会夹一些东西嘛，它也不用夹，它因为它省力嘛，一样，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一秒，也是一秒，3、2、1。我跟你讲，女生你就让她时间不要花在晒衣服，要花在晒恩爱，跟我。等一下，那为什么跟你做女生要晒衣服？为什么不是你晒？对啊，为什么我凭什么女生要晒？因为她怕踏进阳台以内的空间，我会让她很累。你们都不了解，我跟你讲啊，女人最美的时候就是在做家事的时候。不可能，我那时候很丑啊。你不了解，这个你会觉得说这一个家因为有这个女人而整个存在。你要看她在洗洗刷刷的时候，你很想从后面环抱她。那她那时候有穿衣服吗？少，偏少，偏少，一件围裙的，偏少。这是我推荐的第一样东西，蛮好的，这个蛮好的，而且它空间这样可以利用很多，好吧？这是我第一样商品，挂衣服的一个角度，小撇布。来，过来，这里，多少东西跟大家分享？上面。第二项，我跟你讲啊，刚刚那个哦，我们是属于室内的空间，是。现在我们要走出户外，户外，这个户外，这个号称去啊，西北雨克星，塞巴侯啦，塞巴侯克星，先看是什么，1、2、3 ，What is that？ 啊，这个东西，我跟你讲，这个是做好产品的。如果你是一个很机车的机车主，你就需要这个，因为哈，因为机车它其实我们都向往有汽车的生活，对不对？那它就会让你拥有汽车族的感觉，因为它是机车专用安全帽的自动雨刷，可能吧？那你叮当的就歪了。我们等一下就来实测，直接让你有。别以为我们不知道，这一看就知道12磅的，对不对？不是啦，我们现在就要把它安装上这个安全帽，来。
好，有。接下来我们就要测试他在雨天的环境下是不是真的可以雨天安全的刷这个雨刷。那我们出动水车好了，也不用水车，我会先本人先上去尝试一下，我就头戴安全帽，头戴安全帽。然后呢？你有摩托车吗？但因为没有摩托车，所以我们假装有骑车的感觉。所以我们来一台脚踏车。雨就交给跟雨比较有关系的丰田来帮我们。丰田来浇花。丰田高度，该不会这么巧吧？没关系，先这样了。哎呦，确定？我没有节目了。不穿雨衣他也 OK 啦。对了，现在叫他做什么，他都可以啦。阿贵，立冬冲的。我们两个一起零一零啊！现在要来雨中来骑这个车，从哪里零对吗？这个。哎，阿汤怎么没有在动？没有在动，刷花一半而已。哎，他好可爱哦！他有刷吗？你没有，没有吗？继续下，多一点，多一点，因为他自动反应。哇，他流好多汗！哇，这是眼泪，那是眼泪，我们的眼泪，下雨水喝眼泪，真的是令人鼻酸呐，鼻酸鼻酸。你这个不用洗澡了吧？好，谢谢，带来这么棒的一个生活神器教育，不错不错。从他们这一项实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两个人可能刚停结。对，从暴力的开始，慢慢来，慢慢来。好，那这个就先放着了哈，好不好？来，举牌一下。你们觉得厉害吗？是神器还是废物啊？这个根本就废物啊，超迟钝的。废，这个人是废，废。蓝蓝也觉得废啊。哦，因为他那只刷一半，他没有刷全。但是那个衣架不错，这个我觉得衣架是好的，齐心架 OK 啊。对，我觉得交一个男朋友比较快。哎呦，对啊，他帮你带。我跟你讲哦，你们不知道天王又凌晨3点起来洗衣服的经验，每一个人在家晾衣服，那画面太恶劣。但我最大的困扰就是晾衣服啊，对，是哦，哎呦，好了好了，我买一组给你了，好了好了，坚强坚强，不要这样子啊，节目说什么？